两年前犯下震惊全台戏院枪杀案的冷血杀手李小明，最高法院在今天早上驳回李小明律师的上诉要求，维持二审判决死刑定谳。乔安，何必发这么大的脾气啊？是被这个畜生的新闻影响了吧？你就不能接点别的案子，非要做这种人的律师啊？我们之前不是说过了吗？这种人有名字啊，叫李小明。如果这件事情不去试着找出答案，您是媒体，您应该很清楚。你应该知道我是被害者家属。天晴长大了，需要的是妈妈。但他需要的是一个健康的妈妈。什么叫健康的妈妈？你是外遇的爸爸，你健康吗？你有兄弟姐妹吗？没有，我是独生女。你有什么人来问你，就讲你爸爸妈妈吃好死啊，阿哥哥嘛死啊，剩你一个人啊。想办他入现实的世界。